这是几位在60多年前战火纷飞的岁月中结下深厚姐妹之情的老同学、老战友。他们共同的母校就是在中国革命史上赫赫有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我给你啊，又亲我，我给你，要让你走好，我不亲你行吗？你给我什么？你这衣服好漂亮啊！嗯，对，瘦了，你看这个。这个是刘抗，是我们英雄色彩最浓厚的。老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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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都小鬼，你们俩都小鬼啊！小鬼现在老鬼了，快坐，快坐。这位热情洋溢、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就是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她是这几个老姐妹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也是今天这次聚会组织发起者。黄河之滨，一二，黄河之滨，结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就是这人。1937年7月7日，当时我13岁，在考入了那个北平市的女中。正在看榜的时候，正在高兴的时候，听到了卢沟桥的炮声。七七事变以后，北平市民呢群情激愤，掀起了抗日高潮，市民自发的，在我住的那个南昌街口上，堆满了沙袋准备向战。姐姐当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学生会主席，还是党员发展对象，政治面目已经暴露，所以党组织，决定让她疏散。我和姐姐进这个北京站的时候，是在日本宪兵的两行这个刺刀缝里通过。这个时候呢，平津流亡学生啊大唱救亡歌曲，那个激动的场面是令人声泪俱下。这一行人呢到太原就各奔东西了，姐姐把我带着她同学家人住了几天，天天就是逃难逃国民党的兵，只要一喊兵来了，村里人就跑，我们跟着也跑，跑到山洞里，有时候躲个一两天。这种生活很闷得很，有时候我就一个人走到树林子去，把这个改编的流亡歌曲我就唱，我的家在大河北大清河上啊，娘啊娘啊，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欢聚在一旁，唱着就大哭起来了，我很想我的娘。1939年3月18日，我的姐姐从长治亲自把我送到住在屯留的抗大一分校。在校部，她和同志们介绍我说，我的妹妹是一张白纸，染成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临走的时候嘱咐我说，这里啊还有长征的女红军，你要好好向他们学习。还介绍了两位他认识的同志，一个叫易辉，一个叫刘抗。当时给我这个印象呢，就是他虽然年纪很小，他只15岁，这看到这15岁，但是当时长得很高，还不错，所以在那里去了班上去了非常积极，啊，不会就学。人家挺雄赳赳响的，就很飒爽的，这个背这个枪。漂亮，不然怎么漂亮呀？漂亮什么呀？我从来没觉得我漂亮，我哪漂亮？别人说你漂亮，我们推举你漂亮。绑带打的最好，那个英姿飒爽皮带的那个军衣。你老兄，你不是挺更别狠？那年轻的时候，年纪有年轻16岁，背那个枪，哎呀，绑带打的那个整齐。你够棒的，打绑带那还是我教的，打绑带呀。集合，我还怕军中计还是我最。1939年7月，由于日寇七月大扫荡，全校投入反扫荡的战斗中，
抗大分校女生队党支部为了考验我，调我到队部当通信员，直接和营部联系。下着雨就送进去了，那时候还有狼的呀。对，晚上那是晚上回来，他也不怕，那个狼叫我，他也不怕。不知道害怕。我见过他，他也不知道害怕。哎呀，他那个冷劲儿，跟这个因为什么？我是刚从后方来，哎呀，我都觉得真不得了，啊，真行。头发特务的，他都原来还武装汉奸都有，这武装汉奸都有，他一个人去的，他一个人走的。那时候那是不知道害怕，不知道，所以有这个长板凳上也睡，趴在炕沿上也睡。1939年8月14日。年仅15岁的齐心，由于表现坚定勇敢，经过上级党委批准，破格入党，候补期为2年。1943年春天，西北局呢从这个严大中学部调一批青年去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开展学生工作。我一去呢，就分在这个比较活跃的那班呢当党支部书记。习仲勋同志就做了一次动员报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很偶然，那可能是个礼拜天。他呢从那个我们的军人老师杨斌的那个窑洞那儿出来，正好碰到我，我从教室那儿过来，他是地委书记，我已经知道了，见过了，但是我们并不相识，我就给他敬了个军礼，他呢就微笑的向我点了点头，我就过去了。这个运动啊受左的影响，这个时候呢，这个习仲勋同志要找我们在校党员学生谈话，啊，另外总支就派了我，一到他这个窑洞啊，见到墙上挂的毛主席亲笔的给他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然后就他就跟我们谈了，问了我们现在情况怎么样，让我们汇报以后呢，让我们要主动的抵制这左的东西，啊，所以当时我觉得虽然话不多，就一几句呀，非常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啊，意思呢正是集中要害。这次谈话可以说是对我简直是一个一副清醒剂，而且他的作风呢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对，那是什么花开了呢？哎，对，这个花刚开的，啊，刚开的，嗯，是吗？哎，谦儿啊，累啊。我又在一块翻过布了。爸爸，这儿凉不凉？要不给你系？不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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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凉。那个刚才，那个谁，那个楠楠，说问爷爷奶奶好。好。他在那边还上课。上课。啊，上课的。说都挺好的。我今天晚上，他那个现在是他的晚上了。他说他晚饭呢，吃的寿司，日本饭寿司是他自己做的。啊，这个娃真好。金平呢？他去厦门。去厦门。去厦门了。在那边呢，挺忙的。啊，比较忙。还下乡。就是年三十晚上，跟那个就是丽媛他们一家。在家里吃了个火锅，然后第二天就外出了。随着运动的发展，我们经常开大会啊，我也是作为学生代表主席团成员，见面的机会也多，但是没有直接联系。就第一次呢，收到他的一封信，很突然，他向我就介绍那个他的情况，当时感到很突然，但以后呢就接连着写信都非常吸引我，因为他谈都是工作，运动当中的一些部署啊，还有今后的学习打算等等，对我很有吸引力。可是呢，接连不断的这个，接到他的信呢，一方面对我是个信任和鼓励，另一方面也我就要动脑筋了，
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我就很简单的写信，我说你为什么老给我写信呢？我们是什么关系呢？就这么封信。马上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就是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解决好。我觉得他真是很艺术的，可以说是明摆的是让我们考虑婚姻问题了。我看他一跟叫校长何长工呢，他出面做我们的介绍人和证婚人。那时候我也不懂证婚人，后来的见我就说，我说你们的证婚人，实际上确实习仲勋让我看了何长工给他写的信，介绍我说我是到了边区啊，到延安以后才长大的。就在这个促进下呢，使得习仲勋下了决心啊，他的决心也是我打小鼓。1944年4月28日，习仲勋同志的住处一片欢声笑语，前来祝贺婚礼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周围的同事战友们，以虽然简陋但却包含情谊的礼物和方式祝贺习仲勋齐心喜结良缘。我们这准备了一桌饭，在一块吃了以后呢，就算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讲，就是相当隆重的婚礼了。在那个时候还有些人祝贺，送来一些这个瓷画贴了满墙，另外还有的送了什么牙膏啊什么的，牙刷，这个牙膏牙刷我就分了，因为我过去过惯了那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了，有东西都大家分啊。在那个时候我们是奇缺这些东西日用品，因为我跟他结婚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一个各方面基础啊还比较差的这么一个革命青年，只有5年党龄5年工龄，不过就有一颗革命的心。从这一点来看，我讲到他这个在那里的一些工作情况，我觉得他很有长进，还没有离开这个抗大的本色吧，还是个军人打扮的样子。从1944年结婚到解放前夕的1949年，长达5年的时间里，齐心很少留在丈夫身边，她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在陕北农村广阔的土地上，投入到最基层的人民群众中去。到农村去就好像回家回故乡一样，而且感到劳动人民甚至比自己的亲人还要亲。这个呢，就我觉得是仲勋同志对我的支持引导分开的，受劳动人民的哺育啊，又受仲勋同志的熏陶，使得我这思想感情起了变化。结婚第6年生了第一个孩子，有了孩子以后呢，我就留在西北局政治研究室做研究员，是农村总研究员。一断奶以后我就又背着背包下乡了。哎呀，去吧，抱起来给奶奶想想，给奶奶亲亲啊。哎呦，想当初啊，您的父亲啊也是我父亲的底下警卫员，贡献很大呀。受伤的时候你还都说背下山啊，是啊，一手拿着枪啊冲出来啊。几十年来，他们夫妇对老去的土地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切的怀恋和感激。在习老年近90行动不便的情况下，齐心带着丈夫的重托开始了历时20天行程4000公里的西北考察之行。倩儿 啊把那个音乐放大一点。好，放大。完成了西北老区的考察和访问，齐心把第一手调研资料和直接的感受写报告给有关部门，联系多方力量，为这些地区的3个重点希望工程筹集经费45万元。
我父母啊，基本上在我们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都不给零花钱的。到放寒暑假，我们家旁边有个电影院，就是当时的我的印象中啊，票价比较贵的时候，学生票是1毛钱，便宜的时候呢是5分钱一张。但就是为了争取这5分钱一张电影票啊，也是不容易。爸爸那时候呢，就是生活费啊、钱呢都是归秘书管。我带着两个这个弟弟妹妹啊，要想看一场电影，花个1毛5，一人再吃一根5分钱冰棍啊，就得争取这3毛钱，绞尽脑汁啊，去说服我父亲的秘书啊，能够给我们。秘书啊，就我们花钱都要记账，月底啊都看谁名下花钱花得多，如果是不合理的，那我父亲要给我们训话了。想看电影啊，是爸爸那点威严全忘了。等看完电影以后才有后怕，所以就盼着早一点见到妈妈呀，从妈妈那儿啊就把这3毛钱讨回来，再还给秘书去，然后呢在他那个记账本上再把我的名字划掉，直到看着他拿笔把我们的名字划掉啊，这才舒了一口气。最使父母操心的也就是子女的成长，如果子女出了问题，那对父母来讲是推卸不了的责任。在兵团的时候，那时候爸爸没有音信，有常常看到啊，兵团战友啊，家里都给他们寄包裹，羡慕但不敢想，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的经济条件也有限。但有一天呢，就是意想不到的接到了一个包裹，是这个2件啊花布衬衫，在这个衬衫的兜里头呢，塞了几块黑颜色的水果糖，啊和这个一封啊，沉甸甸的信。就妈妈千叮咛万嘱托，就是说要让我呀珍惜她寄来的这些东西，就是这2件花衬衫呢，是她呢自学缝纫呢，亲手利用她劳动之余给我缝制的。看到这个包裹特别特别开心，可是呢就觉得呢，虽然是2件花布衬衫，但是感觉沉，非常沉重，就觉得这个呢是在她这个艰辛劳动之余啊，用他节省出来的这个薪水啊给我缝制的。所以的话，当时呢我就有一种感觉呢，就把这个糖啊，这个水果糖放到嘴里我都没觉得甜。后来呢我才听说呢，每到吃饭的时候呢，我妈妈都千叮咛万嘱托呀，让我的弟弟啊也就打半个菜。你要想着你的哥哥姐姐啊，他们呢都在农村呢，生活比我们艰苦，咱们节省着点儿啊，完了以后呢，哥哥姐姐有困难的时候呢，能够对他们有所支援。1975年，我利用暑期的时候，我母亲说：“你去陕北盐场看你哥。”那块土地呢，是培育我们、培育你父母成长的地方，你要去受下教。那也算城里来了，虽然当工人啊，但跟他们是天壤之别。那么我哥哥住的土炕上就一层席子，一个床单，底下全部是66粉。我说为什么铺66粉啊？跳蚤、虱子。我到了3天，浑身是，咬的是包，最后是大水泡。我妈妈在干校劳动啊，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不是呢，到山西啊，就是到陕北。要么就是到内蒙，就为我们几兄弟姊妹，就把他仅有的薪水啊花在路费上，而且常常呢都是站着。70年的一天，天上飘着大雪，母亲从运城火车站出来，当时他党组织生活也没有恢复，他千里迢迢到我这儿来，那是啊担着很大的风险，可是我妈妈还是千方百计的。来了，也就仅仅的3天，啊，我母亲给我留下的啊一生令我难以忘怀的母爱。这既让人心酸又令人感动的回忆，为我们描述出这个家庭昔日所走过的一段难忘的日子。文革中，习仲勋一家以一种坚定的信仰和坚韧乐观的态度，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哎，儿子，你好吧？今天回不来啊？
那那好，嗯，好好，我跟你说，儿子，你这么多工作，工作需要呢，那我妈妈听了还挺高兴的，关键还不在于你来不来，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大的孝心。儿子，我这个千言万语吧，就是希望你把你的担子重担呢挑好，千万不可大意啊，千万不能犯错误啊，你的责任心比谁都大啊，但是也不要负担啊，你把身体搞好啊，安全第一，健康为重啊，你没有后顾之忧，全身投入啊，把工作做好啊。妈妈也没有更多的话了，我祝你，哎，还要祝福你呢，祝你和丽媛啊，还有小木子，我的小孙女儿啊，春节愉快，家庭幸福啊，这个吉祥如意啊，心想事成啊啊啊，还预备会两会啊，那好吧，您注意休息啊，好吧，我跟您说啊，金平，我给金平通了个电话，他现在正在车上下乡呢，我问他能不能过了这个忙啊，抽上一半天呢来这儿来看看你，他说不行，他要一个是他要出国，再一个呢还有两会，还有两会，那个他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需要的是你健康，好好为国家出力，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这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安慰。在为丈夫倾心尽力付出的同时，齐心为周围的人们更是千方百计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和困难。头年我有病了，大姐没在家，我在家呢，他那大儿子回来了，大儿子一进那院里头说怎么在哪儿的抢救车呀，干嘛的，说阿姨病了，这刚回头这个金平就掏出1000块钱给公务员了，就把阿姨拉医院赶快瞧病，这就急救中心就把我拉走了，抢救了，到第六医院抢救，到夜间还没抢救过来呢，大姐就说，就给姚敏来电话，是我工资袋抢救阿姨，就那样说，那后来我好了，我知道这事儿，我们家人我老头也告诉我了，我心里好不好受了。有一个阿姨呢，是这个叫吴中秋阿姨，她是1935年啊参加革命的江西老红军，现在就是无亲无故无儿无女，一个孤寡老人，他呢就一直挂牵着这个老人，常常呢想到这个老人身边无人照顾啊，生活艰难啊，默默流泪。我说妈妈，如果啊你实在放心不下，我就把吴阿姨接到身边，我来照顾她。说太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那么后来吴阿姨呢，我们接到身边住了一个多月，她还是觉得一个人呢能够多活动活动啊，有益于自己的健康长寿啊，最后他还是回，尽管我们把他接到深圳啊，他还是回到了西安。可是呢但凡呢有这个陕西来人啊，这个和有人到陕西去办事，或者我们出差啊去西安，我妈妈就千叮咛万嘱托给他带去啊他所需的营养品，和嘱托我们一定要去看望他，协助秘书做一些来信来访的工作。因为秘书虽然是他们有的年轻有为有聪明才智，但是他们的辛劳啊借助的时间不多，我这都几十年了，所以有的时候处理一些什么事情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啊和这个体会去做。然后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们是两个老姊妹，一生没有结婚，但都是大知识分子，有一个去世了，这个新老的秘书告诉我之后呢，我就写了封安慰他的信，同时呢让张秘书转交他500块钱，那时候是还是那个
九十年代初，后来过了几年，谈起来这事儿，齐老师，你应该给他回封信吧。我说我还给他500块钱呢，耗得恨啊！我都摸着他的心思，也就成了我的心思。在这个我们55年的那个结婚纪念日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正在北京，他在深圳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们结婚几年了，我说55年了，我祝你健康福如东海，这个寿比南山啊，我很这个激动，我说我对你帮助不够啊。他急了，他说怎么能这么说呢，你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很多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工作。2002年5月24日凌晨，与齐心风雨相伴了58年的丈夫习仲勋，因病在北京逝世。叫晋平和乔姐来认识一下老去的。她曾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女硕士，她曾是新中国声望最高的女人之一，她的人生曾经拥有鲜花和掌声，她走的路曾经满是荆棘与坎坷，看到她，人们知道了优雅和宽厚的含义。下周一同一时间，敬请收看半边天系列节目《忠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